官家是来追究臣妾处置莲儿之过。你真的觉得他那么的罪无可恕吗？臣妾就是为了撇清自己。在想什么？啊，弟弟。女儿近日一直在读陶渊明的诗，很是入迷。慧柔喜欢陶渊明，这极好啊！你都读过什么？最喜欢哪几首？《五柳先生传》啊，《归去来兮辞》啊，《读山海经十三首》啊，还有《闲情赋》。公主是哪一句不会解啊？我怎会不懂？我当然懂了，只不过我故意让爹爹把你留下来，陪我从头到尾读一遍这《闲情赋》。啊？怀吉，你说这陶渊明他可好看？名士风流，定会是使人仰慕的。那么，能有曹哥哥那么好看吗？